继续锁定环宇全球新闻，一块来追踪是谁犯下尼斯大屠杀。尽管说嫌犯当场遭到警方击毙，不过各界对嫌犯的身份背景还是相当的模糊。根据了警方初步掌握，他是一名31岁图尼西亚裔的法国人，平常他就住在尼斯。但是根据了了解之后，嫌犯可以说是前科累累，而且他并不是情治单位监控的恐怖分子。换句话说，可能有很多不在这个警方监控范围之下的恐怖分子伺机要发动攻击，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了。而法国当局也表示，在嫌犯的车上发现了枪支和手榴弹，很显然这是预谋的攻击行动。有媒体报道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就曾经鼓励恐怖分子呢，没有炸弹和子弹就用车辆去碾过他们，所以现在看来他们真的有人这样做了。尼斯大街上，民众惊叫狂奔，摇晃的拍摄镜头记录下攻击发生当时路人有多惊恐。这起发生在法国国庆日的攻击事件，让原本欢乐的气氛瞬间变掉，而大家都想知道，开着白色卡车冲撞民众的嫌犯到底是谁。